挺好的，方便，而且准确，效率高，准确准确，就比我们原先是人工做嘛，人工做它滴的时候，就是说滴定的时候准确度它要提高好多，精度都提高了，可以的，因为现在他们给我们装了个中文的软件嘛，那么方便的，就是因为就是说。使用的人毕竟有的年龄比较大，那个，所以安装了中文以后方便。工程师呢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是安装带培训，所以一般就是安装一天，然后培训一天，基本上就是把里面的原理啊、里面的操作方法都初步的讲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实验人员呢再熟悉一段时间，他们再来讲一下。所以一般就是说。一般就是这样两次，基本上已经都能够。BUCHI的产品，我们觉得就是说，无论从外观也好，那个它的就是说精度也好，都是很好的。我觉得这个那从颜色啊什么的啦，还有这个就是，反正就是说这个整流部分就整流部分能够看到，直接能够看到都很好。我们实验室现在用到的瑞士产品就是BUCHI的，然后呢，其他的都是像气象什么都是安吉伦的，就这样，我现在了解就是BUCHI的就是，脂肪测定仪啊、定氮仪啊，还有一个什么旋转蒸发仪啊，都是挺好的。